段宇飞，我们是 Color 杂志的七月封面人物，耶！还有呢，我们的戏《终极一班四》已经下映喽，6月27号已经播出了。嗯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，你看了吗？看了吗？看吗？晚上8点半看了吗？看了吗？看吗？看吗？看吗？记得一定要收看《终极一班四》。对，还有这期的，是这期吗？七月份，对，这期的杂志，我们是封面人物哦。嗯，有我们的访问哦，我们很漂亮哦，期待没？我很期待，进来哦，收看终极一班四哦。